各位观众，大家好！西方观察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呢，还是我们三个人，我和张巡先生，还有傅江秀女士，我们大家呢对班农出局的这个话题做一些评论。在这以前呢，我那个张巡和这个傅江秀呢，都想对这个现在就是过去这一星期里边发生的这个夏洛特维尔这个事情，做一个简单的评述因为大家都在传说着，可能从中国那边的观众。可能就感觉到是不是美国在发生文革？那么，张巡你好，你好，你傅江好，秀，还有哎，你咱们好，都见面江了秀，哈。哎，大家好，对，我知道你你们这好，个哈非常想讲一下这个美国文革的事情，对吧？这现在是从如果从光从这个媒体上看，好像是闹翻了天了。那个你们现在有什么最新的消息？哎呀，我其实呢，这个特别搞笑的一件事儿就是那个，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前两天那个 ESPN 美国的体育转播台。把一个可能是华裔，也可能我就听是说韩过裔，了反正亚裔的一个主持人给，Robert Lee，拿掉了。他为叫什么 Robert 拿掉 Lee。呢？你知道他的名字叫 Robert Lee 啊，就是和那个美国的这个南北战争，就前段时间在夏洛特维尔引起争议的那个将军，那个叫 Robert E. Lee 啊，和他差一点，基本是一样的。就因为名字，他就不能上电视来直播了。哎呀，我就想起了文革那时候，他大家都起名叫什么马文革呀，什么马红卫呀，对吧？原来那起的名字什么那些都四旧啊，什么都变了。我怎么能这样了都？Well，这个左派都是有相通之处。你看中国的左派跟美国的左派，他们有什么相通之处呢？他们非常的有破坏力，而且他们是有点像漫无目的，抓到一个逮一个，抓到反正什么的好用用什么，基本上是无底线的。就像我们像张巡说的好，文革的时候什么，我们经常起名叫什么爱国呀，什么卫红啊，我为的了同表学里忠边好心。几个叫文革的哈，哎呀，对，对呀，那现在这个来到美国了，就是说。看来全世界的左派基本上他们的手段都是同出一辙，他们呢对社会就是有破坏，他们不会搞建设，他们只会搞破坏，然后破坏以后带领到何处呢？不知道，就是互相争斗，互相残杀。我们在中国大陆长大的人已经对此深有体会哈。看美国，看来还是还没长记性，没长脑子，也不看而历且史。啊，你看那刚才江秀说的，他这个这种行为方式呢，就说到什么问题呢？说到就是他的行为方式相同，其中有一个啊，我觉得就是特别典型的在哪儿呢？就他们完全就是像唐吉诃科德战风车一样，他就会对某些符号产生反应，然后就开始拼命的战斗。比如说这个，你看你说，我说一个。那个中文的木子李，结果他英文中间他用 LEE 作为姓，他与那个李将军 Robert Lee 那个白人将军，100多年以前的有什么区别？有什么相似之处啊？对不对？任何类似没有，但是因为他有个符号一样，那他就攻击你。这个呢，就是而且这个美国现在就特别流行，就 identity politics 啊，就是身份政治。说白了，就是中国的所谓阶级论，对不对？老的儿子，老的混蛋，什么儿反动，老的反动儿混蛋之类的，就那个这什么意思。黑五类，什么黑五类之类哎，的，对就对对，把大家细分。对，我的感觉是这样子哈，是左派，当然咱们看这个行为上面都是一样的哈。你要说当然你在打砸抢那些人，有一些是就是很愚蠢的，而还有一些人呢，实际上是拿工资的，对吧？你只要给我钱，我就砸，管他砸谁呢，对不对？你付我钱嘛，我该干什么干什么。这个也是一部分人。那么还有这一部分人呢？我认为呢，这个左派他是有意图、是有目的、是有计划的，这个咱们不能忽视。这不完全就是说，但是他行动上面是乌合之众，但是他这个他是有脑子的，对吧？他这整个这个组织他是有这个有设想的，是有头头的，而且有资金资助的。这个实际上我们要清楚而且他是有目的的那你们觉得他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搞垮美国，就这么简单。搞垮美国，因我为，觉得呢，对，实际上现在很多人，比如说我最近刚看一篇文章，就是他是当时是克林顿和布什2届的总统顾问，我名字记不住了啊，昨天刚看的，他把自己的家从加州搬到了德州，为什么呢？
他就是讲说加州已经沦陷了。那么他是为什么这么讲哈、啊、他就是说就是比如说20几年前里根时代或者是尼克松甚至再早一点哪怕是到克林顿时代，那么他的这个民主党和现在的民主党都是两回事。那个时候民主党呢，我们大家很多，我刚来美国也是一样哈，我17年以前来美国，我当时我是在南方，南方大家最讨厌听的就是说他们一说叫这帮 liberals 哈，这些自由派，这些自由放任派。可现在你会发现民主党中自由派都是属于快成熊猫了。为什么呢？他现在变成自由派了。现在变成哎这自由派，比如你看这次那个夏洛特维尔维持秩序支持那个就是白人至上游行的是谁啊，是 ACLU。他帮着维持秩序，他是典型的自由派，对不对？现在很多对他们自由派和这个真正的极左实际上也在干架呢。对，他现在变成什么？现在民主党的主流，真正你看，就是说，声势浩大，在就是刚才乐平说的，其实是有组织，他在这个城市、那个城市，他闹事的，都是他们都是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意识形态，就是进步主义意识形态 ，progressives 啊。那么这些人呢，他有一个就是自由派人说你别管我，他还有一定的跟右派有一定的交集。对啊，交合，比如跟右派就 libertarianism 哈，对，那么这个自由派它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它的意识形态非常接近共产主义，它呢就是说它不会去中间的进步主义，实际上咱们说的是进步主义，对，就是进步主义非常的接近，它就是对，就是进步主义非常接近，而现在你看它就是它。像安提法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进步主义的一个组织，它呢就是说，如果你不同意我的观点。我呢，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我就可以用任何手段，包括暴力来压制住你的声音。这个就是进步主义最典型的。现在目前已经是，特别这个川普总统当选总统以后，这个进步主义事态啊，在民主党中已经成为主流了。无论是你看那个在那个伯克利大学那个。把那个 Breitbart 那个经理的这个去演讲，他去打砸抢，还是到今天的夏洛特维尔，那中间各种事件就更不用讲了。所以呢，我认为呢是这样子哈，就是左派和进步就是左派，咱们说的是这种极左，就是说的进步主义和共产主义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实际上，我看的一个非常类似的地方就是划等号。那么划等号这个东西呢，就是说，比如说吧。你如果我代表他是这么划等号，我如果代表反种族主义，你反对我，你就是种族主义。哎，你这个说的很不错，对吧？他其实这种划等号的办法呢，他完全一路划下去的话，他完全就可以把黑的描成白的了，然后他完全可以把白的描成黑的了。那么他实际上他真正有没有一个就是说他能够他一个坚定的信仰，就是说黑就是黑，白是白，他实际上是没有的。他的信仰就是他说的就是对的。他的目的就是要把黑的变成白的，把白的变成黑的，让你们自己乱起来，你们自己乱起来。他实际上最终的目的就是夺权。他没有，对，他具有明确的 agenda， 他们有明确的计划，他们是就是说，你可以看到他民主党内为什么现在这个LGBT 这些同性恋、异性恋同性恋异装癖啊等等的，他和那个穆斯林能结成联盟，就是说他们之间价值观可以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对，完全是对立的。就是说，为了就是我就想起那个时候毛泽东有一句话，什么？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这个革命目标是什么？就是反对美国。对对，就是摧毁美国。大家说的不错，我想补充一下，就是我们把左派呢都归到一那其实这个左派呢就是这个进步主义 progressiveness 呢，和当代的极左派呢还不是一样。那个 progressiveness 呢，它是相对于保守主义，就是说我们开始远离宗教，它还没有那么激进，只是从60年代后期，就从耶鲁大学的那个叫做什么人文科学，从人文科学，因为在此之前，美国打了越南战争，打了朝鲜战争，包括我以前都说美国不应该打这场战争啊。因为美国扩大了共产主义的危害啊，共产主义最终会将自己倒塌。后来我想想，其实不是美国，他当时自己很顽强地抵抗了共产主义的入侵，然后呢，在越南和北韩还攻击了共产主义。但是
美共产主义呢又重新回到美国，从美国常青藤大学，就是为什么大家说，哎，我的孩子上了长春，上了藤校，爬藤去了，好像很骄傲似的。嗯，其实这帮孩子呢都变得很左，一个个出来跟个左疯子似的啊。他是从大家去查一下，就从耶鲁大学的人文学校开始，这事情呢开始蔓延，就是把左派的把共产主义那一套换汤不换药，把名词全换了哈，重新在美国慢慢的扎根。他们很有耐心，他们会在几一两代人去推，我记得是谁说的，这个共产主义的。我跟你说，苏，你说的这个太对了，我给你补充一下，咱们这样呢可以把这个话题引到咱们现在今天要说的主要话题上边来，那么就是 Andrew Breitbart。Andrew Breitbart 这个人大家要记住哈，就是他呢实际上呢是班农的前任，是 Breitbart 的创建人。那么这个人呢实际上就是说非常可惜哈，他在2012年的时候就是说43岁很年轻啊就去世了。那么他去世了以后呢，这个班农呢才接任了他这个，把这个整个 Breitbart 的这个媒体给接过来了，他成了这个主角。那么咱们说一下这 Andrew， 就是接上你刚才说的这个话题，这个 Sue， 就是说 Andrew 呢，你在网上可以查到很多就是 Andrew 的这个视频 ，Andrew Breitbart 这个视频哈，他实际上他写了一本书，这个其实大家在网上都可以找到，我们可以读这个书。他实际上做了很长时间的调查和研究。那么我看了一个他的视频，他视频上跟你讲的就是一模一样的，他只要把这个。左派实际上就是共产党，实际上跟你说是一样，他就换汤不换药，怎么在40年代实际上比你说的还要早就进入了美国？他进入美国以后，他实际上是在他们叫一个 Frankfurt 那个 institution， 就是说他是在某一个具体的一个这个研究机构里边建立了这一群人，等于一个智囊团。他实际上就是这个有点像国际共运的这些人。那么共产国际这些人就是这些人都没有说换汤不换药，就这些人来了以后，他当然换了几个招牌，那么在美国进推动这个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大家说的共产主义，我还要再介绍另外一个玩家，也就是犹太人。大家如果到网上去查一些图片，那些口号大字报的话，曾经有这么个说法，就是说反共产主义就等于反犹，而且苏维埃政权，也就是前苏联，是第一个国家把反犹言论作为一个罪名来 prosecute 的，也就是说说这一点，这两个是有非常有趣的连接哈。那为什么你看共产主义在全球？好，包括现在左派在美国的所有所为，然后再结合在中国的文革和中国建国以来那多少年的行为，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有共同之处。什么共同之处呢？破坏本国的传统价值观，破坏家庭价值观，挑起人民之间的互相憎恨和争斗，然后呢在教育里洗脑，把下一代变成傻瓜，能够执行命令的可以打砸抢的傻瓜。中国为什么文革可以在中国发动？你有一帮盲从的人，暴力攻击他人的合法财产是可以不受惩罚的。那美国现在搞的打砸抢，是不是也要往这方面走呢？看来也是重复中国的老路。因为我一两年前就说了，我说美国看来要走中国的老路，我们要再来一个轮回，然后再用很多人的鲜血和生命去学中国已经付出了几千万人的生命和心血学来的教训。我们其实跟美国人根本就不需要重新再走一遍，你就跑到中国去跟一些90岁八九岁的老人谈一谈，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对，这里边就是说实质上有一个本质相同的地方。你看，如果圣经就讲了这个十诫中间呢非常重要的一诫啊，就是不可拜偶像，第二诫啊。那么不可拜偶像，你看为什么中国有文革，就是因为毛泽东是偶像，对吧？他是神，他是偶像，你不能够碰他，如果你碰他，那么我就要把你打翻在地，再踏上10000只脚。那美国文革有个本质的相同之处在哪儿呢？就是比如说政治正确，比如说这个黑人的形象，或者说美国的对美国历史的否定啊，这个这方面呢是不能碰的。
那如果说你敢提到说，我白人有讲话的自由，或那天我在那个刚刚在洛杉矶的一个电台，在讲这个事，其实很多华人不知道哈。我说我完全我是坚决反对白人至上，我也完全不同意这个三 K 党的做法，但是呢，我认为他们是一个合法组织，他们有他自己言论自由。完了，包括主持人，包括嘉宾，他们就感到很奇怪，说三 K 党是合法组织吗？其实很多华人，包括很多美国人，可能都不知道，无论三 K 党还是白人至上的其他组织，包括甚至西纳粹，他如果他要犯罪，他要打砸抢，照样被治罪，谁都一样。但是他们有言论自由，就是说呢，如果你要是人为的规定啊，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你都没有言论自由，有些话可以说，有些话不可以说的话，那么最后的导致就是专制嘛，对不对？所以本质上呢，这两个是相通的，中美之间。张巡说的很好，那个我本人呢，应该白人至上主义应该这么说啊。其实每个种族都有本族的至上主义者，就像我们华人一动不动就是我们大中华，我们的血脉啊，其实也就是华人至上主义，对不对？你要说白了，其实就是这个。你去听那个 David Duke 他的言论哈。我最反对白人至上主义是什么呢？他认为美国是白人的，这一点我非常反对。但是他们说的其他东西其实都在，他们要把这个提掉啊、这个剃掉，他其他都在合理范围之内。比如说为什么只有你们能保存你们的传统，我们为什么不为我们的肤色，为我们的血脉传承感到骄傲？我觉得他们完全有这个权利。我们可以说我们是龙的传人呐、啊，炎黄子孙。那人家干嘛不可以说是他们什么什么什么的子孙呢？对不对？对，但是现在对，你看那个，我插一句哈，很有意思。这个刚才江秀讲的，你在网上比如说发文章，你好在我们的那个这个留言，那些很多人就讲说，说你们这些人哈，你们到底是不是中国人啊？你们。为什么中国人替白人说话？这样的人，他如果白人讲，这不是也是种族主义的一种表现吗？那么他肯定是会怒不可遏。但是同样这样的人，他一定会说：“我是龙的传人，我自豪。”对啊，对啊，张巡这个说的很好，就是 double standard， 就是双重标准。他们就说你是中国人吗？我说中国人的标准是由你来定吗？那如果。那我也是中，我也曾经是中国人。那么你反我是不是也反华呢？对不对？你要是这么画等号，对，你要这么画等号，我是华人，你反对我，你就是反华。那我可不可以扣你这个帽子啊？怎么中国人的言行？所以我喜欢给他们扣个帽子，叫什么呢？叫做宇宙华人总管，他掌握着全球宇宙华人的言行言论标准啊，由他来制定这个标准。我们不合资格，我们都要被开除族裔了。我说他是组长。所以说啊，听咱们言。言归正传哈，这个因为现在咱们回到班农这个话题上面。好的。班农呢，因为被这个很多左派都妖魔化了嘛，妖魔你就班农一提起班农，他们首先给你画一个等号，他就是白人至上者，他就是白人种族主义者嘛，对不对？那么咱们分析一下他到底是不是，以这个角度来讲一下，就是说他对他做一个比较客观的分析，也不是说上来就画等号，因为咱们不要也拿左派的办法哈，就是随便画等号，那这个就没有是没有非，这种争论就毫无意义了，对不对？班农他说的很清楚，他不是白人至上主义者，那他说他是国家经济主义者。这一点我觉得来大陆的人很容易就跳到这个战车上，都是国家经济主义者哈。他说他是 economic nationalist， 他并不是为特定的种族啊，因为这个很显然的，你要看过去十几二十年，白人是受打压的，所有的人都可以打着，都可以打着各自的标签。比如说我刚进入房地产的时候，哎，我们就学了一个第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歧视。什么叫歧视呢？歧视特定的族群叫做 protect classes， 就是说被保护的族群。哎，我就觉得这一群人为什么要需要被保护呢？女的要被保护，然后不同人种要被保护。我们都是二等公民呐、就是说我们都没有办法。弱者，你是弱者。我们都是弱者，我们受害者。受害者。我们就不像人一样。天生的受害者。难道只有白人男人才是正常的人？我们所有的人都是需要被保护的，这一点我就很不爽。所以说我也是被几级保护，就对女性少数民族啊。这个外国人就是说我已经被几级保护了，我不喜欢这种被保护感了。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堂堂正正一个人，我可以在一个平台上跟任何人竞争，
我可以回应社会对我的义务要求，我不需要被划入一个什么被保护的之类，我有手有脚有脑子，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反对的也是这样子，他反对的也就是说这种以这个人的肤色和这个种族来划分人群，那么实际上他是反种族主义的，结果呢，没错，反倒被那些左派呢给污名化成为一个种族主义者，所以我就觉得左派这种划等号的这种行为非常的可笑，非常就是没有任何理性和这个逻辑可讲。哎呀，朱乐平啊，人家就是干这个的专家，对不对？你知道吗？我在哪里看过一句话，就是说法西斯总有一天会回到美国，他回到美国的面目呢，就是反法西斯的面目，对对对，回到美国。没错，你知道那个这个现在关于啊，其实我们在每次讲这个节目中，我都觉得永远不是多余，我们要强调一个是我们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再有一个强调一下，就是说种族主义是怎么定义的。如果说大家说谁是说反种族主义，我想马丁路德金啊这个人物呢也可能左派右派有些争议，但他是反种族主义，我觉得这点不应该有什么争议，对不对？对对。那么马丁路德金在他有个著名的演讲 I have a dream， 他怎么说的？他说的这个说的是说 I have a dream that someday my children will not be judged by skin color but by their characters， 对不对？对，就是说我希望我有一个梦，这个梦是说我未来我的子孙们不会因他们不会因为他们的肤色被评判，而是因为他们的品格。对，那么现在谁在致力于这个问题？谁在做马丁路德希望相反的事情？对不对？你想什么叫 identity politics， 就是说身份政治，对吧？那身份不就是说你的什么肤色，对不对？你是黑人，你是女性，对，你天然就要得到保护，你这 就是说你就天然可以值得自豪。对，如果你的皮肤稍微浅白一点，而且你是男性，那么你就是个你要夹着尾巴做人。其实中国人我们的传统思想说，你经常有的时候他批评你的最厉害的地方在哪里，说你是不是中国人，其实这是典型的 identity politics， 说道理本质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刚才回到刚才主题，就是说到班农到底是什么人，我觉得这点呢强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班农，我就是说他刚刚在这个离职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他把那些就是夏洛特维尔游行示威的种族主义者和白人至上主义者，管他叫什么叫 losers， 对不对？是说他们是一些失败者啊，是一些输不起的人，他非常鄙视他们。这样就说明了班农他本人是什么人，他是一个色盲，对不对？他对肤色他是直接忽略的，这点我相信跟我们的观点是一样的。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说他说他自己是这个 economic nationalist， 我都不敢肯定他是这样的。我认为他的思想远远超越了这个这样的一个国界。他本人呢，他坚持是一个就是价值观信仰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结合，那么他在这一点他是非常明确的，他希望所谓保持的传统是一种他用他自己的话叫做这个启示性的资本主义，就是 enlightened capitalism。所以这是班农本人，他之所以反对他的 enlightened 的这个 capitalism， 就是说他是有启示性的这种资本主义和传统上的资本主义有什么不一样？就是我们大家所认为的资本主义，因为现在资本主义呢被好像被左派是肯定是批倒批臭，那么好像在右派上面也好像提这个问题就很尴尬。其实呢，如果是确实是如果没有道德的一个资本主义呢，确实是有点唯利是图这个感觉， 对不对？对。那么班农是不是把道德加进去了？你讲一下。对，他是这样的。你这个乐平，你这个提醒非常太及时哈。因为他讲了三种资本主义。一种资本主义呢，就是叫 crony capitalism， 叫群带资本主义，或叫权贵资本主义，也就是咱们以前小时候经常讲的三座大山之一，就叫做什么官僚四大家族。哎，那这现在中国好像就是权贵资本主义。对，他举的例子。是不是？对，他举的例子，权贵资本主义，他举两个例子，一个就是中国，一个是俄罗斯。
okay, 他就是说权力和资本紧密的结合起来，这样的话呢去盘剥大众的利益，这是一个最恶劣的资本主义。他认为这样的资本主义必然会导致崩溃。那么事实上现在目前发生的和即将发生也证明如此。那么第二种资本主义呢，他说不要以为我们美国资本主义就是一个非常正确的资本主义，他第二种资本主义他给他称为叫安兰德资本主义啊，这种资本主义呢，他认为是一个，他叫 objective capitalism，就是这个叫做物化的资本主义。这个 objective 这里不能翻译成客观的，是翻译成物化的。它就是什么呢？就是华尔街那些东西，它纯粹把人当成了物品，当成了商品。实际这个本质和奴隶制不是一样吗？对不对？所以呢，他就是为什么这种资本主义，刚才乐平你讲的，他没有价值观，他缺乏，他这个 enlightened 就启示是什么启示？他非常明确，就是 Judeo-Christian values， 就是犹太基督教价值观，就是基督教信仰，他的圣经来的启示，他讲的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个启示下，其实呢这句话我另外翻译成我的理解呢非常简单哈，就是你纵观世界，可能有些国民族有些国家他已经民主了，他已经搞资本主义了。但是资本主义成功的还是在传统的基督教国家，或者是依附于基督教国家，或者是像麦克阿瑟对日本他强加的基督教的体系，这个基督教国家类似的政治和经济体系，只有在这些国家非常成功。而比如你像在印度也好，在南美也好，在菲律宾也好，他有了这种民主自由制度，资本主义为什么还成功不了？就是因为他缺乏启示。那你说你刚才说这第三个，也就是说你现在说第三个有启示的这种这叫启示，有启示的资本主义是不是？对。Enlightened capitalism。Enlightened capitalism。这是我们讲所要追求的。不过这个我想补充一下，我觉得我要为安兰德打抱不平，我觉得他被那个 Steve Bannon 污名化， OK。美国也不完全是安兰德式的资本主义，这一点我不同意他的。因为你想想美国这么多的这么多的 regulation， 早就把这些安兰德式的资本主义家打趴在脚下了，所以美国也不是安兰德。美国的资本主义呢，其实和早期的资本主义已经不像了。其实这不是资本主义的问题，因为美国建国并不是说资本主义不资本主义，而是为了寻求自由。然后在这个自由的里面，就像张群说的，是在这个基督教文明导的引导下的自由，然后从这个自由对生命对自由还有对追求幸福的渴望围绕着这个中心点然后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我觉得是这样。但是它一个本质的东西，它最本质的东西实际上是对私有财产的一个尊重，这个是不能够忘记的。所以你要说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分开，实际上它是这个分界呀。那么就是说你资本主义实际上是你不管无论如何你是要尊重私有财产的。但是但是美国也有很多存在资本主义 capitalism， 美国也有。对，其实呢那个 Sue 你讲的也是对的。Steve Bannon 只是说呢，其实这三种资本主义，当然第一种或者你说就是现在比如说加了很多 regulation 呢，甚至都变成社会主义了，都不是很难说是资本主义，这是最糟糕的。但是呢他强调一点，就是说其实你在美国，咱们刚才说到美国以前的资本主义，以前的全球化是对美国有利的。为什么你会看到哈，举个例子，美国最可能最引以为骄傲的到最实力最强是二战以后，但最引以为骄傲应该在鎏金时代，就 Gilded Age。 你看看那个时候，比如说无论你是 Andrew Carnegie 啊，这个卡耐基，还是说那个洛克菲勒啊，还是说那个摩根，他们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是吧？我住在芝加哥，经常我的朋友来，我领他们去芝加哥大学去看什么这个洛克菲勒大教堂，对不对？那个时候资本主义他为就是说你可以纵观世界，犹太基督教价值观是资本主义它免疫给资本主义带来的免疫能力，要防止资本主义贪婪带来的负面效果。缺乏这个，你资本主义很难成功。那安兰德的式的资本主义，安兰德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如果你读了安兰德有一本简单的文章啊，他讲叫什么是西方价值，他讲西方价值，他讲的就是个人自由。
而呢，圣经讲了，就是说没有意向民就放肆，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在没有启示下的什么是自由？如果你看看中国知识分子在有两个在历史上有两个最自由的时代，一个是民国时代，一个是春秋战国时代。这两个时代，由于他们没有启示，只有自由，很大的自由，最后它必然导致最专制的结果。就是这个意思，历史的启示太多了。所以说呢，安兰德的最大问题在于说，他完全的不接受圣经，他不接受启示。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他没有一种价值观，就是说，在没有一个价值观的情况下，对，他纯粹要求自由。任何的，对你纯自不，无论是你打着自由主义的旗号，或者是资本主义旗号，都会走偏。为什么呢？因为你实际上这个是给左派一个可乘之机嘛。如果你没有一定价值观的话，那他可以随便打烂你所有价值观，但是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一套这个大家共同认同的价值观的话，它实际上就会是实际上是无政府，无政府实际上最后导致的就是专制，因为你总要有秩序，最终导致专制。你秩序一来，它就是一个专制，那就变成一个暴君，必须靠暴君来整治了。没错，对，没错，是这样的。所以从那个这个 Steve Bannon 呢，我认为呢，他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可以这么说，历史会证明这一点。他有他自己的既有价值观，他是我认为他可能是目前对美国传统美国价值理解最深刻的人。同时你看他对国际性的看国际事情的看法，比如他认为这次他接受采访，其实这个接受采访这次他接受叫做 American Prospect 这个。他是一个自由派的一个媒体，这个采访可能我觉得也是导致他离开白宫的一个原因吧。那么其中他讲到说，咱们谈一谈，那他就是他跟川普的关系吧。苏，这个你可能、哦、对这个你比较的比较熟悉，就说他我觉得苏这方面应该知道的多一些。对，苏，你谈一下这个他跟川普这个班农和川普之间的关系，和他这次出局对川普会有什么影响？你就看他们两个人的理念吧，你就看川普，你追溯到他二十多年前的讲话，他跟班农有一点惊人的相似呢，就是说他们都非常爱国。你很少在 billionaire 美国的 billionaire 身上看到爱国，就是那种传统的爱国主义，就是那种 patriotism 这些人。对，这些人都 OK， 这些他们两个有个共同，是非常的爱美国的传统，而且他们都有一种那种 economic nationalist 的倾向哈，也就是说，这个是我们的国家。当然，他们没有摆直着说，就是说，我们为我们的传统感到骄傲。他们算是，其实他们是这个极右派的白人至上主义者里面的，应该说是进步主义者哈。就是说他们，但是我觉得你把白现在把他现在是这样子哈，大家都把它自动的就定义成极右，他不是白人至上。他们不是白人至上，他们也不是极右，他们是右派，他们是右派是真的，但是他们绝对不是极右，而且呢，他们也不是白人至上者，对不对？所以就是说，现在为什么就把他们画等号？就是也许会有一些白人至上者来支持他们，那么这个左派就画上等号了，就说，哎，你看有这些人支持他，但你肯定也跟他是一类的。左派有严重逻辑问题，没错，他们有逻辑问题，他们其实是用白人至上主义者来打击白人。里面的就是说，里面的还爱自由，而且还有血性的人，就像中国杀掉很多，杀掉很多勇敢的人一样，把他们先把这最有血性的人杀掉，那剩下的人就老实了。对，这个是他们真正的目的。其实班农根本就不是极右。他实际上是右派里边很温和的这一部分，所以这个我们其实要澄清，要给他澄清。但是他们要妖魔化他。妖魔化他，然后就把所有就把他放，就把他扔到极右那边去了嘛。那个江秀，对，刚才江秀说的，我插一句，让我想起什么呢？大家经常说什么话呀？说什么崖山之后无中华，什么明朝以后无华夏？对对对，为什么呢？就是说呢，那个当时蒙古侵略呢，把有血性的男人都给杀光了。啊，这个所以中国人现在等于变得非常犬儒啊，这就是现代意义犬儒，不是原来意义上犬儒哈，变得非常的没血性。其实我看现在左派要做的，在美国这做的事情，他也是首先就是第一要妖魔化这些右派，这些真正的右派，有血性的人，这些最有战斗力的人，然后把他们给废掉武功，把他们甚至这个肉体清除。对对。
那么所以张巡这个比喻非常好啊，你想一个用一个民族基因的变化其实是我们有目共睹的，你就看希腊曾经创造多么辉煌的文明，你看他们现在那个重量 OK 都不像同一个人种、哎、你看希腊都太远了、你就看法国吧，就在那个17世纪那个拿破仑的时候，那个跟现在就完全不一样。对了，法国那是当时的血性征服整个欧洲啊，对不对？咱们回到原来的话题上哈，因为咱们时间有限哈，所以咱们再说一下，那他和川普之间的关系呢？那么就是说，他们两个听起来是这样子，他们在理念上面实际上是非常默契的，对不对？他们是天生的盟友。他们是天生的盟友，川普跟他的女婿和女儿其实不是，他们的理念不是天生的盟友，因为川普是天生的，天生亲戚。他们有血缘关系，但是理念不是天然的盟友。他跟那个 Steve Bannon 是天生的盟友，但是人一旦进入白宫之后，他受到很多各方势力的牵制，用一句中文来说就是身不由己，很多时候就是身不由己。很多人会用，他们就生活在一个 bubble 里面。所以为什么从泡沫里面，一个泡沫里面，这个泡沫他们所听到的所看到的都是通过别人的个 filter， 别人过滤了以后才给他的，他没有第一手的资料。所以呢，很多时候在最上面的人经常是被架空的，因为下面的人底层的很难达到他。所以为什么川普，我说他伟大之处，他经常上 Twitter， 然后都时不时就去开个拉力，他最近不是跑到 Phoenix 去开拉力，对，这个是他跟这是他跟他的选民直接互动，我觉得他开创了美国政治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先河，就是说总统要接民众的地气，要知道民众想什么东西，对，要不用老是高高在上啊、都不知道民众在都就那个叫说那个中文那个叫什么，你们没饭吃为什么不吃肉啊？对，啊那个为那个为晋惠帝，对对啊、所以呢，我这一点，川普他跟。他跟那个 Steve Bannon 是天然的盟友，但是 Steve Bannon 他和川普也有个共同的一个弱点，他们两个都是私企出当老板出身过的，都两个人都对政府里面那些乌七八糟的那些龙门阵都搞不清楚，所以呢，他们两个一上去就毛手毛脚要干一番大事业，因为 Steve Bannon 刚在川普刚当选的时候，他就说我们来这里不是要干小事的，不是干些小鱼的，我们来这里就是要干大事的，所以呢，他们非常急忙的推出一些。一些别人看起来非常激进的政策，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忘了，很多时候我们忘了，美国已经左倾，尤其是奥巴马八年左倾已经很久了，不是一下子一个政令就把它改过来的，人们的接受，人们已经温水煮青蛙，这个意识形态已经慢慢改变了啦，你这么一来一下猛的，大家就非常的，大家会有排斥感，水土不服，大家水土不服。所以呢，我觉得 Steve Bannon 呢，冲劲有余，谋略不足啊，在这一点呢，是我觉得他在白宫的失利，失在这一点。他们觉得大权在望了，我们共和党掌握了参众两院，还有白宫，我们可以卷起袖子大干了。其实他们忘记了这个古老的东西，叫做计较计较哈，应该把事情轻重缓急，慢慢的泼出来，这点左派就比右派就驾轻熟路的多了。有时候你就看着右派执政真是着急啊，就是说你们也不会你们应该玩一玩呀、不用不会玩阴谋，你们不会玩阴谋，对不对？也不是说玩阴谋了，就是说你要采取大家能就是说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不是这种啪抡起斧子就一刀砍下去。因为美国现在还不具备这个这样一个环境啊，所以呢，这也是他的那个禁牧令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政策失败的原因啊。这一点我觉得 Steve Bannon 呢，说句公道话呢，我觉得这一点他作为总统的高级顾问，我觉得他需要负一部分的责任啊。这个我同意的，我觉得吧，你认为他如果他现在出局哈，现在出局这件事情，实际上我认为实际上反倒好，因为他在里边他也是束手束脚，他本来一个媒体人出身嘛，对不对？他还不习惯的，说实在的，因为你作为媒体人，你需要的是自由，对吧？你需要发挥。那么你没有这个自由，你跟一群政客打交道，你天天说话也就是东也不能说西也不能说，而且你的信息来源也不是很那个准确。那么我觉得他如果出去以后，他在外边，我觉得他的能力应该会得到更大的发挥。
啊，我非常非常同意这个看法。实际上呢，就是说，乐平，你是这个律师，那么你本身对移民很了解，不是了解，是专家。我做过这个投资移民，我对这个还有各种签证，我对这个移民情况也了解。比如咱们就拿他移民法当时推那个新的移民法案来说，你能说人家出去一趟拿着绿卡不让回来了，对吧？这就显得有点非常幼稚，特别不现实。当时我就是我听了这消息，我就琢磨，我说这白不是，因为我以前我在做那个我们州政府首席代表的时候，比如我带一个代表团过去哈，然后我们的州长、副州长可能就是说，或者州议员就说了啊，你这个问题没问题，你投资我这个签证我能给你办下来。我当时我就觉得你，他们中国人听了很高兴啊，说这个哎呦，你看州长都说话。我说那个这个移民的事情是归联邦政府管，不归州管。那州不是他们下级吗？我说你以为是中国呢？美国是没有中央政府的，美国那是联邦政府，州政府和那个中央联邦政府是平级的。所以呢，我就是说，我就知道他们这些官员呢，其实他们对这个就移民签证具体的东西，他们是非常无知的。你也难怪，比如你问我们现在，我们在中国长了40多年、50年，你说你问问中国的这个签证政策，哪个什么什么签证叫什么名，咱也不知道，对不对？对，所以他们在当时定政策的时候，肯定是有很多，就是第一可能是经验不足，对吧？第二呢，可能也是就是说，这个班农干这个活儿，可能也并不是说对他来说是最好的职位，不是他长处。但我当时呢，我就是觉得，我说你们这帮人中有没有一个懂移民的，对不对？但是就但是我特别同意现在他的团队倒是蛮好的啊，就是说什么呢？班农呢，他因为你想在白宫，川普之所以能赢下大选，如果我们假设是 Mike Pence， 其实 Mike Pence 我们很多基督徒希望他当总统，对不对？可是他能赢下来吗？他不一定能赢，估计是赢不下来，对不对？为什么说川普能赢下来？因为川普的支持面不仅仅是班农的他的，虽然他的基础是主要的，但是呢还有共和党建制派，还有甚至还有华尔街这样的一个他们的一些国际全球化主义者，他们都支持。那么既然你上了当上总统以后呢，美国就是这种选票政治嘛，谁投你票你也要还债，所以不可能每件事都一定要按照某一个他的基础选民的意思来做。对，可是呢我反过来说，我说如果你要是让班农委委屈屈的，他又不能动声色，那么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委屈。对，反而他出去以后呢，他会拉足了弓箭，对不对？对，他来想射谁射谁，我觉得可能对这个美国更是个好事儿。对，我也觉得是，而且我觉得他们现在自从班农出去以后，才两星期吧，不到一个星期，这个我觉得他们这配合好像更好了一点，就觉得好像战斗力强了一点。你说班农在外边吧，哈，他现在这 bar bar 的哈，现在这个开始进攻了，我感到有这种感觉。那么这个川普呢，也就可以放松，可以自由发挥的也更好一些，你觉得呢？对，就跟呢。我让我想起了六四以后，这个邓小平呢南巡，其实他就全面的这中国经济全面增长。他当时邓小平那个策略是什么呢？就是像陈云等左派，你也别说我了，我通过这个采取这个镇压措施呢，但这个是非常，这是他的一个大的罪行啊，这个是历史会清算的。但是从纯技术的角度讲，他的邓小平策略就是说，我做了这件事以后，陈云等李先念这些左派你不要讲话了，我可以大干我的就是说资本主义的事情啊，市场经济的事情，就是说他是类似这样的。你实际看那个川普在两天以前的那个 Phoenix 的那个讲话，你会发现他的锐气、他的攻击力、他的立场和班农在与不在没有区别。那对对，没错，他们两个人天生理念就是相近的。班农呢，他有一些，班农他在一个电视访谈的时候他说过了，他说我们要 hold Trump accountable， 我们要 hold 他去fulfill his campaign promise， 因为刚才说过，
你当了总统，很多人都想来影响你，巴不得每个人都希望他的耳朵就只听你的啊。但是班农呢，他有一些理念我很欣赏的，就是说他那种就是说不干涉主义。你看川普现在他要去往阿富汗征兵了啊，我就发现他那个女儿整天就在那里捣乱，呵呵，是不是？现在去搞阿富汗征兵了，这个就是跟他也。这个班农是非常非常我认为这个是很错误的。那个阿富汗那个鬼地方，你还去折腾什么？你折腾不出什么东西来的，你就赶快拍拍屁股走了好了，输了就认输啊，对不对？哪怕连面子摸不下来就赶快拉东西走了就完事了，让他们折腾去吧。这个完就有什么好再去征兵的？那我觉得就是他要满足不同人的需要。对，没错，我也是这么认为。因为你作为政客的话，你确实很多时候你要采取一个折中的办法，要不然的话你总统是当不下去的。因为他很多时候要做交换，就是说拿一些东西做交换，这个你都没有。因为这个有些东西呢，他不在媒体上说啊，我必须要拿这个跟那个交换，他不会这么去说啊。但是就是说我对川普呢，我只要我看到他还在叫做什么那个叫什么不忘初心，就是说不忘初心的那个状态就 OK， 我就不希望看到他被别人操控，就是不是他参加竞选的时候的那种出现被别人加加。我认为川普不是一个非常容易被人操控的人，他不是这不符合他的性格，不符合他的经历。他有他的缺点，他肯定有他的软肋了，但是我想他如果那么容易被操控，我觉得不太可能。那么，而且班农呢，如果就不是作为一个局内人，作为一个局外人起到监督的作用呢，我觉得这样的团队呢，反倒会更强壮一些。你们两个觉得呢？这个呢，我同意。目前还在观，我觉得还在观望状态。我觉得从我感觉哈，班农就是两个，一个是他在白宫里边他也缩手缩脚，另外一个呢，他是个战略家，他不是个执行者。对，所以呢，他在那边具体执行的过程中呢，他又跟别人容易冲突，他在过来以后呢，他会发挥的作用会是最大的。他出来以后，这样的话大家配合相得益彰。这点我倾向同意张巡说的，因为你看，班农的做事的方式，比如说那个禁牧令，他也不咨询别人，噼里啪啦就把这个事情弄出来，然后就把他捅出去了。这个你在政府内不能这么做事的，对啊，对。那他在布瑞巴，那他可以啊，他扯着他的大旗干，哎，怎么干，就放开手脚来干啊，对不对？他我觉得他在布瑞巴可能更好的监督监督川普，因为监督政府。不光是监督政府，还有监督川普。因为川普一旦被别人挪向那一边的话，就是川普原来的支持者会聚集在班农的下面。他们川普原来支持者会看到谁是真正主脑在乎他们的利益的人。如果他们发现川普会被 globalist 那个圈走的话，那他们会聚在班农这里，然后下一个哪一个谁是川普的替代者，他们就会跟川普替代者走。所以呢，我觉得从这一点来讲呢，我是倾向班农出局啊，就是说你出去外面你展开手脚大干吧。对，我完全同意你们两位。二位，咱们现在时间到了，那个咱们下星期再见。好，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哈。好，再见。再见，谢谢各位。